OK，接下来我们看龙中华的2024啊，高中统考预试，这个是高数文科班考的高数 Paper Two 的部分。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可能只是讨论前面五题必答题。OK，所以第一题我们来看一下，是证明 f(x) 等于 5x 加1次方再加上5的 x 方再减去2乘上5的负。一，五的 x 减一次方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加一拆开变成乘以五的一次方，这个减一拆开变成乘以五的负一次方，也就是五分之一。所以过后你最好不要换了，因为你换了之后有点奇怪，有没有？这里还是 x，这里是 y 这样子，最好能够掌握那个不换的一个技巧。反正你看啊，五的 x 方给它抽出来的话，你就会得到五加一减五分之二啊，所以你其实就是这样子来表达就可以了。最这样子，这个是一，这边是五的 x 方啊，你这样子来表达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五加一等于六，哦，那通分得到5525加五再减二。然后呢，这个 y 给它提出来，放五的 x 方。我建议最好不要换元，你一换元的话呢，我都不知道你的这个 x 要怎样写了，对不对？你的 x 在里面我们要怎样写？OK，你又不能讲这里 x 这里 y 哈，就其实就不太对了。OK，尽量不要换元啦。所以25加5再减2，你就会得到30，28，sorry，28，5的 x 方。除以五过后呢，因为他要证明这一块东西是七的倍数，你只需要说把七是28嘛，你把28拆出来变成七乘四，过后呢，这个是五的 x 减一次方，对不对？那 x 如果是一以上，因为它题目有写 x 是正整数，所以它打底是一，所以一以上呢，应该都会是。一的话，它就会变成零，五的零次方是一，所以它就不会有一个分数的情况了，所以不用管它。然后呢，它肯定是七的倍数了。OK，因为有这个七在这边，大概文字叙述解释一下就可以了。来，再来看一下第二题。OK，这一题，sin cos 减 sin。我们有这一题是什么呢？OK，大概懂了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把它拆成 cos 减 sin sin，我们就会有 cos x cos y 减的，它就会变成加 sin x sin y，分母一模一样，只是中间会是减的 cos x cos。y sin x sin y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二分之五，再来呢，我们交叉乘，它就会得到五 cos x cos y 加上五 sin x sin y 等于二 cos x cos y 减去二。sin x sin y，哎，看这，然后呢，sin x sin y 我们放一起，cos x cos y 我们放另外一边，全部移过来，全部移过去，不要，我看一下，这个移过来，减二变加二，就会等于七 sin x sin y，这个移过来，二减五得到负三 cos x。cos y 过后呢，因为他要找 tangent，tangent 是 sin 除以 cos 嘛，我们把移过来除，变成 tangent x tangent y，这个七移过去就会得到负七分之三，证明到了吧？对不对？这题是证明题啊，证明题其实很好的，它答案已经有了，只是你要做到对就可以了。OK，这题答案是这样的。第三题。一个用来装水的棒球体，
容器、水深、H、体积、V，V 等于三分之一。半球体哦，喂，半球体它是怎样来装？来装水，这题不是很好吧？它到底是打直装、打横装？它的水到底是怎样流？啊，半球体溶剂哦，诶，我换一下啊，它可能第一个猜想，两个比，第一个猜想，我的另外一个比也是。喂，你看什么事情？OK，他你可以的，刷刷。他是这样子来装水，还是这样子来装水？啊，对吧？没有讲清楚哦。难道我要从你这一个资料想看到吗？还是不管这么多，反正你给了我这个公式，好，我就照用罢了。好像是诶，好像是，我就照用罢了。水注入的体积，所以这个是 dV by dt 呀、啊，哎，然后深度的增加率就是 dH by dt 了。所以，当它的 h 是等于六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所以，我们先写一下那公式啊，它是 v，等于三分之一派 h 平方。这个 h 感觉上要乘进去哦，不然的话呢，好像因为我们做微分乘进去会比较容易做，减 h 立方。所以这边我们做微分吧，就是 dv by dt 等于三分之一派24乘248 h 减3 h 平方，对，然后刚好可以越减得到16 h 减 h 平方啊。诶，这个是 d 后面还要 dh by dt 啊，后面还要 dh by dt。All right，所以我们放资料进去咯，这个是等于 x，这是等于 x，它应该是要找 x 的。然后这个是等于六，我们就派乘16乘6减去6的平方，再乘 dh by dt 是20分之3。Alright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哈，16乘6减6的平方好像是10乘6，好像是10乘6，6抽出来，16减6等于10，10乘6等于60，60跟20越减剩3，33得9，所以这边应该是9拍。OK，啊，就是这样了哈，9拍，对吧？没问题啊。OK，再来看第四题。如果两个公正的这个长度，管他，我赌骰子了。求下列的概率：同时投扔，出现点数之和是偶数，或是3的倍数。主要哈，你可以用那个列这个表哈，一二三四五六的方法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和是二三四五六七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五六七八九，六五六七八九十。六七八九十十一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OK，so
偶数，哇，很多，然后还有三的倍数，就包括九了，其他的应该三的倍数还有，所以好像是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、12。36个里面有12个没有包括在内，总共是24个。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24吧？24个，所以是2/3，对吧？为什么你会算到12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。19、21、22、23、24，对吧？24个哈、哦，破了，还有破，我算到自己 list 出来的而已。所以你 list 就是你一定要这样子来 list 才比较完整啦、啊。右边那个，哦，所以这个不完整哦，对啊。所以你这样子来 list 很不完整的，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，总共36个全部列完出来，OK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会了啊，对，一次扔一粒，连续扔两次，出现第二次出现三的倍数，连续投两次，第二次出现三的倍数。所以也就是第一次不用管它，如果第一次不用管它，我干嘛还要？啥意思？如果我第一次不管它，我只看第二次三的倍数，这就这两列，就你第一次不管它，第二次出现三或者六就可以了。教我只需要看第二次，就是2/6就好吗？就2/6，因为你前面不管，他没有讲前面需要什么演，什么数量，对吧？第一次出现什么他没有讲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第一随便选一个的话，其实第一次跟第二次不会影响的吧？所以，我第一次我不管出现什么东西，我第二次只要出现三的倍数就好。所以，其实我们不用看前面任意选到一个都行。所以，要不要算第一次有没有三的倍数？看起来他写的是第二次出现三就可以了啦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我不用管它，第一次是烟雾弹，对，可以这样讲。所以，换句话呢，就是2/6罢了。因为三或者六，我前面不用管它，前面就是一，不管你拿到什么都可以，好，最后得到3/2。它的文字叙述，有文字叙述让我理解成这样了哈。OK，so I think 就是这么简单，不要想太多。第五题，圆。x 平方加 y 平方减 4x 减 4y 减10等于零，上一点到这一条直线的最大距离。圆形是22加4加4，10加4再加4就18。根号18，对，你的半径是根号18。根号18，你开它是9×2嘛，九开出来是三，也是3根号2。OK，所以接下来的你要做的是，你要算这个圆心到这条直线的一个距离，最大距离哦，是吗？姑且我们不管他怎样，他的情况是怎样，我们猜啊，我猜是这样的一个情形。然后，所以我们是圆心到这条直线的一个垂直距离，再加上它半径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想法。所以我们那个这个圆心到直线的距离呢，
它是用二加二减十四给的绝对值，再放一的平方加一的平方，对吧？这个 x 系数，所以就会算到负十，开根号得到十，根号二，有理化分母得到五根号二，也就是说这一段是五根号二。上面那个半径是三根号二，加起来就会是八根号二，这个就是那个最大的距离啊。OK，就是这样啊。第五题。OK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到先到这里啦哈。